探索中医栏目。北京时间14点整，财富调频 FM88.8，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。收听 FM88.8，财富到你家。站在时间的原点，是与时间赛跑，争分夺秒，抢病救身，还是与疾病相伴，日朗风清，和谐共处？如何与逝去告别？如何与当下相拥？ FM 八八点八，辽宁经济广播，周六周日12点到13点，辽宁好医生，坚持公益，只与知名医院。